一个肉粽内面有几项食材，拢有三鲜卤肋，这实在是真无简单。对着消费者来讲，食起来嘛比较较安心。一个肉粽是来自虎尾龙龟上新的产品，因为过去龙龟嘛捌卖过肉粽，而且生意袂歹。现在工厂有了全新的设备，龙龟就决定再次来卖肉粽，而且馅料全部拢有三鲜卤肋认证。搁再加上健康的调味甲脆红色，和这粒南部粽是甲别人是真无共款了。酱油仓鼠做入去内面拌拌的，包里猪肉、香菇含虾皮等食材，都是一粒让人食甲停袂落的香滚滚肉粽。就花生非常的绵密，然后那个。米的香气也很足，然后很 Q 弹这样子。南部粽是用水煮的，北部是用蒸的，但是我们有特殊方式，我们自己研发到就是南粽，但是我们就是用蒸的方式来处理这个南部粽的方式，所以吃起来就是南部粽。不过你不知道，这粒肉粽制作的所在是虎尾龙花，为着要给消费者上好的产品，不管是制作的环境，或者是来宾包的食材，拢是龙花精心挑选，用心管顾。我们的米还有花生跟香菇都是用履历的，然后员工经过卫生把关，各方面的成绩都是最好的，配合那个三好，它有履历，对，履历米，对。那花生是用我们这边的？花生一定是我们农会的，因为本身我们农会就是花生的专业。这样子应该很难赚得到钱吧？都是没关系，因为回馈社会。再来就是说，因为好的东西嘛，哈，就是跟大家分享啊。然后我们是重质不重量。主要食材用的是有卤料的物件，成本当然比一般的搁较悬，但是要做都要做到上好。十一月九号，龙会要办头道股东会活动，都要好民众来品尝因所做的肉粽。我卖过十几年，对，啊，生意也是很好。哎，你今嘛厂区是新的。我感觉这个设备都符合卫生界的管理标准哈，对消费者哈，这个安全更品质更有保障。十一月九号，我问了板桥的黄金花生股东会哈，一个人300块，对，然后就可以有花生，有花生可以拿，又有风味餐可以吃，对对。后尾龙会的努力头道，受到真侪消费者的喜爱和信任，现在又搁加了一项新产品，龙会挂保证，食了刷嘴更安心。记者林依林采访报道。